那么当时是因为县政府我们是基于八八水灾之后很多的莲雾淹没土地覆盖移温走失了、啊、那我们希望能够转型所以才提出养水重要计划那么本来是经建会很支持能源局都很支持后来是行政院的变卦所以我们突然间有一些抗议的动作那么到后来到四月份到二月份才定案说啊他们终于有点让步那么从四月份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施作那么这段期间我们可以说县委团队非常辛苦了、啊大家看不到的他们辛苦因为这个土地的纠纷啊这个一个农民两三分地那么有时候是高洼低交换土地现在要做太阳能的时候就要把它的土地 要弄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地震瞒了半天啊，地震是瞒翻了哈那么因为这个又是地层下陷区所以水利处又要提供免费的砂石来填土填土那么填土呢又会变成很多的道路啊，农民经过两年的这个莫拉克台风已经是尘土飞扬现在又要填土那大家又很反弹所以又挡路了种种的哈那么我们还要重新招商因为12.97是有利润的突然间变成7.3那是没有利润所以我们建设处这里这一段时间也是很辛苦的哈但是我们县委团队经过这一次的历练因为这个是新增的业务了过去我们公务员都是按照既定的公事来办事大概都可以应付可以解决可是突然间是新增的业务从来没有做过的业务所以我们县政府可以说在这里脱胎换骨啊，有经过一番历练，那么一年呢，我们终于这25个兆瓦啊，基金会要完成了，只有一个3个兆瓦哈，3个兆瓦是高聚光的哈，啊，高聚光有点问题了，所以我想，从空中来看屏东的两所重点，先看影片好了，先看大家看影片，大家慢慢用它来看看影片。介绍一下，这个影片是用小飞碟拍的。啊，这个影片我们是用小飞碟的飞机，就这么大，这么大啊！啊，我们已经买了这个小飞碟的飞机，无人驾驶飞机上去空中所拍摄的，我来看一下，而且效果非常好。拍的蛮好。对。它可以定点停下来。它可以定点在那个地方。360度。这些都是废弃的，没办法种的哈。这个死掉的莲雾，昨天已经全部晒干。这鱼旁边的哈，